你的人就在这层梦中，要来不及了，声音又出现了，危险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脑袋里还有很多影，现在联手，我要怎么？首先笑一个，接下来听好了，好消息是在刀尖上不停起，怪物又出现了，小心西西弗。所有的小丑一起，这些梦魇再厉害一点就更好玩了。继续前行吧，小捕梦者。尼克斯，过来看，新人感应到回响了。回响中蕴藏着多种力量，不知道新人能不能做出明确的抉择。应该能听到吧？西西弗适合感召为回响。新人，还有人在围观触碰棋子吧？怎么不大胆点？梦里可没有标准答案。可是我感觉到，我们越是深入，梦就变得越危险。如果我选错了，那我们就能玩点更刺激的。出现了，梦在带你回到自己的童年学院。但奇怪的是，这里出现了很多记忆之外的事物，出现了更多的梦魇。等等，好像还有其他力量存在。可以躲到西西弗的身后啊。这回响有些不寻常。头脑编写诞生，哇，太慢了！
在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怎么回事？他们竟然被抹去了。终于来了吗？反派的登场，喜庆的高潮。够了！你呼唤声陨落的孩子，一切即将结束。今夜的你将在梦中死去。是梦境专卖店，你一直被同一个噩梦困扰，而我，你刚结束第一次睡眠治疗，意识还没恢复。你是？我是星云。你醒了，他们就安全了。啊，忘了介绍，他是尼克斯。再记第一个问题，你认为？我认为。很好。棋子，从你的反应来看，好了，暂时看。星云，尼克斯，羊会说这间奇异店铺。好了，你可先看新闻。能够购买梦境失眠，在前不久，一间在我身边的，我们售卖的，按照您的说，没错。那请问，梦，如您所见，虽然这家店谜团重重，但并不妨碍市民。等等。也成了第一个。你好。不止。你们卖给我的梦偶根本没有。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。梦偶不可能无效。我是这间专卖店特殊的。你总是在。是。看来。2分05秒，正如狄老板所猜测的。不过，他们不是人类。没错，在深眠中，他们是梦境世界。西西弗，那店里的只是寄存梦。他们是梦境世界。西西弗会让人。那店里的梦只是寄存梦。他们是梦境。西西弗，那店只是寄存。这是某种寄存。维加尔，你的。你好像知道不是近视于为研究利用梦很好成为明智的刚刚的事
局的情况，我会让尼克斯向研究会说明。他们应该很乐意看到你这样有天赋的捕梦者出现。听起来研究会很重视捕梦者。没错。到了，完成后